没有请很多人，很多事没有请错。对啊，所以新芬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了。我做这个行业不太需要请人，所以呢就比较没有压力啊。我要睡觉吗？来两包。还有谁要水饺？去叫过两来不？龙华啊，去叫啊！我也想要试着请人啊，可是连基本能力都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怎么请？老板，有没有服务度？叫一片，包好了。再来会细胞三八红，来，三八。来，金城拜拜，哎，会啊，会今天休吗？还是等下要上班？今天有水饺哦。你当时因为货伤少，所以无去加鱼吼。第一伤少，第二惊透风。哦。哎，过两摆了，菜也贵，来头前啊，两包。两包哦。哦，我包过来。我包一包哟。来个先买，菜也贵。太贵用我哦。好。三百来，三两包，三两包。我说两个太贵了。两包就两包。片箱来，两三百块来，五七的，五八哟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箱带多少钱？有，十，好，行，三，辛苦了，五八七八，到四百五。哎，是香鱼呢。啊，吃不见了不？信宏是香鱼哦，不是鱼卵哦。啊？那是香鱼哦，不是鱼卵哦。你后边是地香鱼，不是鱼卵呐、啊。哎，老板，你跟那个热狗说不见的那个是？热狗不见的什么？不知道。上个礼拜那个那个。哦，热狗不见的那一位，赶快来哦。你帮我来。先有热狗。烤热狗，你叫嘛热狗？热狗，上个礼拜热狗不见了。勉强点热狗。我来讲点那个热狗，不见香鱼啊。好。今天有香鱼爆蛋的。来，各位姐先来。有没有师傅一路？卖完了。好。哇，香鱼没有。来来，三百。来一下。香鱼今天只卖多少？一下。你底下解封啊？再一下。小平，你不是说你要香鱼吗？今天有香鱼，你要来吗？过来，我白带就算爷无。你有要香鱼吗？有蛋的。鱿鱼翅，我爸。帅鱼，哎，我爸，我什么鳕鱼的有无？我恁来鳕鱼，鳕鱼啊，哦，鳕鱼好。
天香鱼箱多少？1000块了。一千的、啊。这个三箱的。保价呀。五箱的呀。五箱的保价。今天一箱1000呢。没办法，货少，今天就货少。香鱼留一箱下来，来五百好嘞。还有要？来个两尾虾来五百来。虾子有没有人要500块？虾五百块一来。来我后几。虾桶跟小排要1000。过来买虾无？好，嘉彤收到，牛小排留1000，嘉彤要的。我来买虾啊！好，嘉彤，牛小排帮你留了哦。那我接3、8箱哎。
啊，剩两只，你遐五箱诶。哎，啊，伊诶，伊诶，500块够无？500块，哇，目睭金的啦！
见面你看有无？有钱的吗？
学起来啊。是刚刚买五包。八个有无？有啊，有几只。有人到尾后结婚，再到尾结婚。来，三百。过一下八个下来300块，300块个人来无？中秋刚过，马上接双十，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。我现在过一下班，我想要煮菜了。300块钱，300，等我了哦。今天够咸味吧？有，我买几罐嘛？有，一箱啊，一箱啊。来，这个会几碗？大的袋子。要留三块。过来要咸猪肉无？咸猪肉，一块100块，放一块4块来。